面前呢、欸。我刚没有啊。你在做梦吧？什么东西？是也刚睡着了。对，我睡着了。刚说 Q 什么东西？白灯啊，白灯切换就可以，切换、哦、就可以摸墙壁。嗯，我都找不到人，我一直找不到哎、欸，天哪！要测那个距离，120秒。有啊，可是我离每一个人都是90几格呢，到底是怎样？对啊，还是100多格啊？对啊，100多格，90几，超远的。哎呀，剩繁星，剩繁星，剩一个了，剩繁星了，100加，100加，就靠100加，100加，都是100加，啊，打出去，都是100加，看不出来，对啊，超远的，我要接近鬼八，你是在英格兰吧，繁星？英格兰，不是，你是在英格兰高中啊？你是同一张地图吧？他我都进不进完，我在同一张吗？是不一样吗？繁星是这张吗？你是说在地里面吗？地底吗？学校哦，那不是哎、欸。哇哇！那我可以随便 PP 一个吗？你可以 PP 一个 ，PP 一个那个红色的，你可以救他。哦，谁想要啊？我。好，你 PP 我过去。我怎么？他还在英格兰。团团是哪一个？大家找一下啊、哦！50个，有了。哇！粉团直接死去，因为我只剩一滴血、啊。你是不是只是想加入？哎哦，我一滴血加入。你在哪？我想说，这边好像都没有什么纷争，大家都隔离起来了吗？原来你还这样心魔是会变这样哎、欸？绿灯全部被鬼感染了，所以也都。哎、欸，绿灯全部被鬼感染，剩人动弹不得。鬼都胜利，但是因为繁星是最后，所以繁星没有胜利。对，嗯，啊，红灯的也是没有胜利，这样子。哦哦，早点加入嘛。我就想说，繁星是红灯的，有没有可能啊？不同地图，可恶，都是100加，走到哪都100加，怪怪的。100加，还在刚刚的地图。所以最强就是这样子哦，上一张地图登出，然后下一张地图来登入。我的天，那这样子无敌了、欸，必胜无敌，必胜攻略啊！来人说啊，快要被抓到，快要被抓到了，我要救来着。然后是上一张地图还无敌啦，感觉不好就很会玩这样子哦。这样你还不把我崩了？没有，我们已经结束了，结束了，你还登出干嘛？不用了。好吧，辛苦大家了，辛苦啦，谢谢，谢谢，林高手学长，谢谢大家，好玩，好玩，好玩，休息啦，下次一定玩，下次一定睡觉，睡了，我还想说，哇，算了，不然干脆不要开好，一直连不回来，就是想说，算了，57分登进来了。哎、欸，我说好啦，开个台，就开个台，哎、欸，结束了，啊，3分钟结束啊，最短开台记录，啊，好啦，换游戏啦，啊，然后想说嘛、啊，好像连不回来 ，DC 跟大家讲一下好了 ，Life 区也打个字这样。等一下哦，欸，番茄要打，还是在看安妮台？干，番茄树不在。啊，欸，很扯欸。几次了啊，辛苦了，不会啦，只是蛮傻眼啊。对，我今天在刷猫咪跟狗狗，我要重新刷，因为发现打到后面陷阱自己带就好了，但是有时候就是在骑乘的时候猫又很搞事，那个麻痹陷阱。教主辛苦了，没有啦，还好啦，有点困而已啦，哪会苦。阿克洛伊现在可以开麦了吗？没有，没事。
你看我刚刚掉到那个什么异色熊猫啊，说哎，投篮的时候突然断线，完全没人理我啊，完蛋了，网络在搞了，被搞了，找时间瞧一下网络，这很奇怪啊，哎，500没了，哎，是不是就是因为没有想要续约还是什么的在搞我？嘟嘟嘟嘟，让我按，好哎。有没有猎龙好伙伴啊？你想番茄，好要番茄，番茄打不打？欸，又不让我按，好了，你回来了，快点，你要打吗？还是你在看安妮台？在看的话不勉强了，真的不会很勉强了。现在刷猫刷狗的时候，把护士都弄完了，没得快速移动。不是弄完了啦，是哎、欸，我弄好了。有要打吗？我跟约在灭绝龙神龙一族，你跟月月啊？不是啊，重点是我可不可以进去啊？那我也要，我要刷材料，机会锁嘞，好友名单。给我大厅嘛，哼，废物进来了啦，跟变装备，哎呀，贯通，反正我现在不太能动脑啦，动脑的话我就死了。我看一下哦、喔，我现在要练的是，我现在在练，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叫做福利熊跟熊福利的，还有燕子可爱跟可可爱爱，就是从可爱雅以下的那30等、20等的，我都要练他们了。我现在在练这几只，然后最可怜的是，我这几只啊，前面这几只很好笑、喔，我的技能都有麻痹陷阱，有看到麻痹陷阱之技，麻痹陷阱之技倒数第四个，右边倒数第四个，有看到全部都有麻痹陷阱之技。来，让我看下一页，有看到什么？50等满等哦、喔，麻痹陷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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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就没有了，这几个就没有，这几个是随便找的，超可怜。没有地洞吗？不是要那个啦，我没有要那个啦，因为我那时候在骑乘魔物的时候被麻痹陷阱搞，然后马上下来，所以我有点气到想要换掉。太郎月 ，Hello， 那下玩的如何？去厕所之后回来就去忙了。
不确定玩会不会玩到十二点、欸，看状况。除非你们能让我很开心、很嗨、提神之类的。刚才打狼人杀的过程其实还蛮强的，我不知道在干嘛，还不错，只是不习惯重攻击的盾，要练习啊。就是敲头就对了，你敲头把它敲晕，你有更多的输出机会，这样想就好了。那需要大麻吗？不是大麻。你觉得大麻不会更？你是说要嗨吗？还是提神？这是不是只有两下？四五六七八，哎，有哎，很多下哎。哎、欸，不是用近战武器打，要跟我说啊！就只有我一个用这个，我很难过哎、欸。嗯，我是穿错装备啊！我弄错了，等一下这一套怪怪的。这套是斩裂，应该够开心。哦，不吸毒的好吗？等一下哦，带错了。我刚刚才发现，我要会员的钱被巧克力大大会员吞了。没钱了吧？万通瑟瑟，一把才对啦，然后打出去都一，人力银行。嗯，来了。繁星粉专有新贴一张我的外地会员资料，但是我用不出我的 emoji， 想问一下，怎么用出跟范例图一样的 emoji？ 什么 emoji？ 不是啊，它不是有。有那个吗？你等一下好不好？我现在打这个没办法看。我觉得伤害不对啊！
你是卡在会员的那个截图吗？还是什么？你现在是用手机还是用电脑？那个就是点开你 YT 后援的个人资料，那个那什么，个人屏，哎、欸，那叫什么东西？手机的话，那手机我不太知道啦，电脑我才知道。我原来已经审核过了，哎，文扬，等一下，哦，我想说总是带狗进来，别人的狗啦。没有没有，他说你已经过啦、啊，问你已经过了。白痴，我不要捡虫啦。好，我第一个眼药水，我就是喜欢你，哦耶！要哎，擦一下。卫生纸剩下一张，等一下哦，我现在是瞎子。一颗，两颗，全部领取，好，我先卡这个画面，等我一下哦，大概30秒。第一个眼药水，眼睛又红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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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他竟然不是44拍、欸，是22拍。我回来了。我有小猫队回来吗？好，炼金没有。应该也没有。比基尼战队有吗？等一下哦，追虫广场。我还没来，继续看猫咪。我现在想要一个是就是这个大弹筒的，但是有那个强化太古之技，感觉很强。等一下喔，这好像不错。庞德高木更改谁从名称，愤怒太古，大爆筒发射回旋，复用太古，就这个强化太古之技，然后加上闪光，闪光，闪光，好，就这个了。来，可可爱爱闪。是，可以锁定猫的职业，我知道，可是有时候又觉得还好，就在挑啊，盗墓，等一下，远程攻击大小，哎呦。这只太棒了吧！等一下哦，攻击大，狐狸熊。我今天就是在刷远程的哎，干，结果出了狐狸熊熊。这很，这是好棒哦！完美远程，完美。我改名字了，到场，选择随从。然后再来是爱露，可可爱爱三号，等一下哦，你等一下可以先开始，我等一下到。名前を決めてあげてね。分辨排序。好了，这只完美的狐狸熊。傲气教主，我们先打吧，什么意思？这不就来了？一起得考、啊、你是在哭哦？你是不是皮很痒啊？你是不是钱太多了啊？
你刚刚说我们先出发。对啊，那我说什么？我说你要给我钱，那你会给吗？哦，你说啊。点餐，然后短期催眠，这样还好。嗯，好了，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卡还没找回那一千块，那我就要新的一千块。嗯，也、欸、不是，也、欸、不是，没事。Go go go！狐狸熊，熊狐狸，狐狸熊，狐狸。哇，我今天下午刷了六七场，没刷到，就这边就来了。好扯哦！你在哭什么？哎呀喂啊！但为了触发我的起爆龙蛋，白，阿白，哇哇！你在笑什么？你是说我拿青弩掏吗？配音很可爱，你说啥、啊？你知道最后一次说我可爱的人现在怎样吗？在队伍里面，然后一千块不见，哦，押韵，单押。免费的，免费的，射射射，免费的射射，射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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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白痴，我要干嘛？那个掉落物是个陷阱，怎么办？就跟飞蛾扑蛾一样，它好诱人。啊！我去哪？那边是陷阱，不是陷阱，那边是弱点。解体术大咧，请问解体术大咧，没有感觉啊，解体术大。有人在皮。啊，解体术不能在上面哦。啊，我不能对折再对折吗？解体术对着他的尾巴有用啊，好烂好烂。嗯，他怎么可以这样子？有人想跟我聊天。哎呦，好吧，真是受不了，来了来了。哎，那你们要这样子玩，那我可以拿锤子玩吗？先装备。玩啊，没差，我一定玩啊，我不管你们有没有差。好树花生呢，一个本集催眠 KO 点餐。好树花生，你现在情绪勒索我吗？你玩啊，没差，打的就是你的问题啊，是不是？对不对？对不对？情绪勒索我欸，点力气，今天稍微又挂了一下下，可以玩，可以买。我哪有这么善良，这商场我就十连抽了，什么意思？
我叫三场十连抽。炼金放满十个。哦，你是说雷神龙的道具全部三场就可以放十个了？哦，哦，应该不装要来装快吃猪了，喝好久。拍谁？拍谁？啊，没可以吸，没续到大啊！靠，哭啊！欸，我干嘛躲？被锤齁。没有办法。先睡了，好狼又晚安。
嗨，月月。可恶！为什么这个不能克制熊熊？一定要白龙才能克制熊熊？可恶！我是被什么包起来？那个图？哎呀，抱歉，太安静了，是很呛。神秘炼金不是不讲，金色爱路不懂，来吧。烂，炼金回避性能，金属性强化，啊，好像都还好欸。这个的话，我有个珠子更好的，快吃，高速变形，谢谢啊。蓝斧与充能斧变形速度变快，嗯。
累积一下七星雷神，不要再活动雷神了。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刚刚都在打活动雷神吗？麻痹性，好了，应该没有想要看的，都已经满了。我们两个打 3.3 吗？哦。喝东西啊。打光遇的话，明天再来爬好了。想说今晚应该又是睡死，然后隔天没意外的话，可能也是睡到睡醒才开始剪片嘛。剪完片开台跑光遇。好好杀啊，好。没有了，我们要开大了，白痴哦。感超强欸，白痴哦，喝错了，好哭啊！
这边打。那你爸也太远了吧！荣誉。开学返校，不能那么早追台了，没事啦。没事啦，没事啦，阿七没事啦，开学就开学啊，怕他，对吧？我也不会。我叫翘客啊！你说清楚啊，男人，你要养他吗？这么敢说？不要养你，我都快养不活了。讲的我好像吃你钱吃很多一样。没吃饭，没吃饭。用餐，本期 KO。我觉得你天会宝玉都变成雷神宝玉了，没事啦，天会宝玉，对我够了啊，我再也不需要天会龙宝玉了啊，听到没有？我不需要了，不要再给我了，我已经满了，不需要了。其他武器不做了，我们现在改刷天慧龙，都可以啊。没有，那天我会觉得很干，是因为他们就前面几张就刷到了，我就在那边拼命刷。对，毒心什么我才不怕，对吧？有什么好怕的？抓不到，再刷而已啊。
跳太高了吗？我很抱歉。爱的魔力转圈圈。就是没对比没伤害东西，你说上次那个吗？超高。愿安。
素材いただき大事にするねもらっていくね大事に使うねもらっていくね大事に使うねよいしょ有新手要我支援打他的田慧龙谁呀那个新手啊新手还敢打田慧龙啊记得先捡有啊不然会掉下去不是吗我新手的时候都自己打田慧龙他一定也可以啊哎呀哎呀这场是不是很快啊六分欸哇我好坏我天慧龙自己打的欸怎么叫我好坏21个孔哦那你很猛耶小月月拜拜你走你走小一你的心与我同在，不用了，不需要。我已与克洛伊绑定了，好吗？那这就是个很奇怪的恋。克洛伊喜欢西敏，我喜欢克洛伊，但我讨厌西敏，有没有讨厌啊？然后你看，现在又是番茄又爱着我。原来是三角恋，四角好吗？什么三角？乱说话。不窝真乱哦，拜托，这关系太，这关系图太乱了。那西敏先退出。哦，怎么又在乱转了？烦死了。哎，克洛伊，我问一个问题哦。你是真的不喜欢我？有超难回答，然后又超受伤的那个问题。那你是真的不喜欢我？老死啦！没事啦，没有啊，不用回答，好不好？
不要回答，那他回我对。太乱了，所以我站在西明和克洛伊。我不是西明跟番茄。请问这个笑容是代表你还是爱着我，对不对？我又不对了。冲啊！什么都不吃，直接冲啦！耶、yeah, ！最高最高！呼呼！啊呼！晕了晕了，死了死了死了！不失礼貌，和尴尬微笑。对啊，至少你看，克洛伊还是很有礼貌。对，这这么高是干嘛？哎、欸，他坏了吧？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不用啦。感谢克洛伊的超级礼，你这个叫做什么？这就是爱的微笑。那我要回你一个表情符号，一个我最爱的 emoji。啊，这个位置应该可以。好，我要回你这个微，我要回你这个表情。在哪里呀、啊？这个是我最喜欢用的表情符号。哎、欸，好，我回来了，战友们，我回来了，快死啦！不要找啦，找到了啦！跟你讲，游戏算什么？女人比较重要，好吗？哇！
啊，我是废物。没信心用近战打古龙？不会啊，我觉得就是因为要用近战打古龙才知道怎么躲啊。万里远程躲远远的，你被贴到还不死？看这个 disco 舞厅。玩过头，听到勇士雄鹰，阿索，你抓到色尾了吗？艾拉加入。那你熟了之后，你就可以这样子玩了、啊。你看，变手剑呢、欸。教主用的是怎么骗手剑啊？忍者刀，零给刀，那个绿斩特别长的那把刀。阿七怎么办？我切回画面回来看到啦。阿七怎么了？糟了，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八点档的剧情，怎么爱不到？于是对方的啊，没关系。百龙骗手还好，糟了，我现在满脑子。为什么克洛要口你？你好好讲话你。百龙片手优势在哪里啊？哦，对的，阿七去写作业。阿七去写作业。我发现这个用虫棍很好打、欸，这个就大只，而且会飞啊。再加上之前明灯笼，我也是用虫棍在身上回啊。就那时候四个人在他身上爬来爬去，那个结果好像。五分钟，那什么，明灯笼就死掉了。
それではまた。雷神龙用虫棍吗？他讲的啊。就那时候谁腾龙道庄一出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是那个谁，超虫棍可以在身上多滚一次吧。就那时候就是在明灯龙身上爬来爬去，就他优先破坏的永远都是背跟翅膀，然后尾巴就算了，头也就算了，我们在背上滚得很开心。冲啊！嘿，没有挡到，好妖，可恶！嗯，我现在好像就只有霞龙没有自己打过吧。还有啦，首领系列，首领系列不可能啦。
大事に使うね。よいしょ。頂戴します。大事に使うね。よいしょ。五分钟不到，对吧、啊？你们用伤害莫德吗？我说我是乱划水。你没有，我也没有装。我说看不到是最好的。不对，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就像看不到克洛伊对我满满的爱一样。就不要去问，对不对？就当作克洛伊一直喜欢着我。对不对？不知道永远是最美的。你才有遐想跟猜测的空间。不要去那个揭露事实。让他永远沉浸在幻想之中。不准打问号，女人不准你打问号啊！听起来有道理，对啊。有开血量没有伤害？哦，你是说魔物血量，但是没有看到玩家伤害，是不是？被预算了，当然咯，当然咯。弱小，虽然说是想回去玩锤子，可是片手真的也很香呢，激动的还不错。嘿，我没有挡到，又没有，我又失败了。哦，被电了，我被电下来了。恰恰。打蛋蛋。你不觉得人就很犯贱吗？对不对？明明知道对方会回什么，都知道对方想回什么，然后故意去回那些事情，就像知道克洛伊会拒绝我，我就故意喜欢去问克洛一些很我明知故问的答案，这样子。就像番茄也是啊，也不是说番茄犯贱啊，是怎么讲？你看，明明知道克洛伊会拒绝我，却还是喜欢。在那边闹他，玩他，玉班很棒啊，对不对？哇，克洛伊，我觉得我们越来越有话题聊了，哇，
晕了晕了，可以继续继续输出，继续输出。啊，晕了，继续输出。这里吧，我记得。哎、欸，啊，不就是抖 M？ 不是，是喜欢闹，爱闹，懂吗？这也不是抖 M 吗？不是，有时候就欠打北兰啊，这只是白目而已。拜托，应该说谁人不是抖 M 吧？真的找不到不会有抖 M 的情况哎。因为有时候就喜欢闹，然后看对方会什么反应，然后是不是都是照着自己的想法做？这反而是有点 S 吧？你看，明明知道你要讲什么。就故意去弄这些东西，然后就是照着自己的想法，按，吧吧吧吧吧，这就是克洛伊的心理学。猫的火场怪力启动，好像是什么东西，像是拉女同学马尾的那一种，不是，那就是真的是白目了。明明啊，应该说明明知道对方会生气，硬要拉吗？这样子，对，那就是白目。而不是拉了之后说你干嘛啦，然后要异口同声，有没有？你拉了之后，女同学说你干嘛啦，然后男生也同时讲你干嘛啦，这样子。克洛伊心理学。好听一点叫调皮，难听一点叫白烂。白目啊。哎、欸，艾拉是哪一位啊？那个 AG 吗？啊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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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みんなやったよ。居然还开专业，什么专业？开放要素获得称号，什么称号？有了马尾，懂那种被拉的烦躁感，嘿嘿。怎么称号啊？怎么看？不懂啊，又没中。Oh my！
自我。哎呀，嗨，陈烨。像你看小鱼嘛，然后那个臭臭，我们就是常怎么讲，相处久都可以学他们的讲话语气，或者他们大概要讲什么。我相信下次有玩那个潜水艇，或是那个有一起玩，你就可以听我，比如说我先闹他，闹完之后我就可以模仿他，跟他异口同声讲同样的话，这样子。哦对，明天是玩鹅鸭杀，那个阿米狗鹅鸭杀。嗯啊，痛啊，没在拿的啦，痛啊！啊，他忘了拿，嘿，哎，没有拿。有点远呢。白痴。明天又可以听到那个爆麦鹅叫声了，什么爆麦鹅？我爆麦吗？不会啦，想说如果大家都爆麦的话，那我就
我就不要用卡祖笛了。这个游戏内麦很容易爆啊！你是说那个吧？哦，那个反而是因为那个啦。有些人会忽大忽小声呢、啊，那个很难调。才打十六头，这么少。没照片。你们真的是速刷雷神龙队，我就伤害主要都是他们啊，不是我。虽然我觉得每一拳都打到位啊，可是。敏队回来，你等级也快200了呢，没怎样啊，就一直刷一直刷，200是灰猫啊，对吧？那既然这样子，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后虫，我看。それではまた。那我真的要做事的话，我是不是？这样最好了。你再滑水，哦，不是更滑 ？DLC 应该变成 MR 了，一定会的啊！不是说 M 级跟 G 级吗？HR 不会影响，
对啊，就跟世界冰原一样啊，分开算的等级啊。等一下，熟悉一下。好。按不见啊，一发，两发，三发，哦，三发是极限了。もらっていくね。頂戴します。
ていくね。大事に使うね。よし。もらいます。嗯，怎么没中？太远。日々鍛錬。よし。两颗。怎么领取？四分钟。是吧，匆匆，嗯，好困，忍不住，晚安，好睡觉，晚安，阿七晚安，好了啦，阿七晚安。那克洛伊不用睡啊，快十二点了欸，我很担心你欸，你要上班。你超现实，知道人家是妹子，这边担心女生这样子。可是我很平等哦，你看臭臭，哎不对，秀秀跟西敏同样是女生啊，还有木木，啊我的态度是怎样，对不对？我不会因为你是女生就对你袒护这样。你还在调情哦？你在调色？对不起，你在调谁？那我嘞？干，你不是还在猎龙？你也差不多了吧？你不是早班？十二点你给我好好去睡觉，好不好？好不好？男人。调情怎么了嘛？女人。啊！闹钟！哦，他好扭！哪里呀、啊？哪里是落地？看不出来。
吉敏出现啦！番茄要睡了吗？明天中午就下班了。哦。哎呦喂喂啊！应该没了吧？你还要继续吗？没了啊，十二点了哎、欸。嗨阿亮，我们刚刚很快乐，那很好啊。我可以跟克洛伊快乐就好，但他在调色。他倒地可以用斩裂弹，好，学到了。你说用斩裂弹打头吗？有没有想你来着？你说克洛伊哦，这边会想你的应该只剩克洛伊了吧？你要好好珍惜克洛伊，他是真的是少数人里面还愿意喜欢你的哎，请好好珍惜他。攻击一。可怜，我说攻击一啊，不是你可怜啊。第四高速化两个洞，属性异常，状态耐性哎，有满足感哎，好棒！都没有，你们看起来应该也没有了吧？应该没有什么好的。好啦，练一练，准备关台啦。没打到好的，没事，好多。怎么会有十的？哦，难怪会有十的，靠腰哭。你下次还刷吗？可以刷啊，问我吗？我也是，看来绝灭雷同一直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来啊，
找时间再来刷。欸，五分钟内一场，很快欸。而且这些应该够我，不知道干什么了欸。不然我自己单刷暴鳞龙，今天下午最快一场是六分钟吧，然后最久一场是十一分钟，就蛮快的啊，很棒耶，很棒耶。克洛伊，如果你收到这么可爱的娃娃，你会不会喜欢上对方？管理装备。你看，可爱的熊熊，我自己打至少十分钟，哇，那我比你好一点点，打给你看。爱上重棍了，这下砸，什么叫砸？打死！我说这只熊，你会喜欢收到布偶吗？黑月武器什么都玩，你之后还会认识到一个叫 HTT 的，他也是全武器专精的那种人，不是？弓箭我也会喜欢玩啊，之前在世界是用滑鼠键盘在玩的，伤害真的很高很爽，红棍也是。有弓箭一起打的时间会差很多，你没有自肥。我讲真的啊，他弓箭就真的很强，没有自肥啊。来看我怎么猫。ご用件をどうぞ。受注可能なクエストはこちらです。ホムラの加護が。其实有不少女生不太喜欢收到玩偶，那抱枕嘞？那请问你是那个不少女生的其中一个吗？我看应该也是啦，你看你。嘴杯是空的。你喜欢玩偶欸，哇干，你别想了，我是不会送你玩偶的。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不喜欢玩偶吗？那没关系，我们可以把买玩偶的钱拿去吃一顿好吃的饭，对不对？很棒吧，克洛伊。吉敏在暗示，没有，他暗示没有用，懂吗？不会就是不会，他说再多也没有用，对吧，吉敏？
完了。哦。啊！干嘛？西米喜欢玩偶，对他喜欢。弱斩又好瞄的魔物，你说打什么？我真的很爱用重弩，轻弩好强，我也很快乐，什么快乐？哎、欸，我第一次打这么顺呢、欸！天哪、啊，4分16秒，哦哦哦，还没吃鬼人药那些，太强了，太强了！因为每次都是打一打，打到斩裂弹那个、斩裂那些不够，跑回去帐篷补一下，然后就射那几发，就出现蓝条了。嗨，雅思，克洛伊还没睡，他在陪我啊。你在想什么？克洛伊可是在陪我呢。啊！来问号什么啦？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得不到克洛伊的爱跟我的爱？你们就这样子？我脸皮超厚的，明明说好脸皮很薄的，都骗人。不食不屈没有，精神抖擞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破坏还好。哎、欸，等一下，什么？防御化二啊，还好。你快不？快乐，将你推开我的那一刻，你快不快乐？有没有一点点色？哦，手语哎，不得。哎、欸，我手语是不是没有关？手语。有天晚上我也是这个时间，因什么赖扣克洛伊他们，我也是很少睡。教主，我每次都默默的陪着你开台，不需要默默的好吗？你很明目张胆的陪好吗？你要像克洛伊一样，他是用超级留言在陪我、欸。哎，抱歉，我没开赖通知。那克洛伊，我可以加你好友吗？这样，你都默默的看呢、欸。哎、欸，我真的不知道雅思都默默的看呢、欸。我以为你们都是你嘛，就是月月那边的
或哈基那边的，可能就是不会挂台。我下次拍照，像那些雷神龙那些死掉后，我一定要跟他们合照，就是在旁边跟他们，就这些都要更新的，有没有？像这种图，要大家大翻新，要去那个摆个 pose， 就像这个环境生物一样。你看雅思有没有很棒？稀有环境生物跟他合照。啊，这个你看看我下面的鸟，会挂台啦，但是因为声音会干扰，所以关群麦说明哦。赖斯克洛伊先加我的，嘿嘿，看我要把你 ban 了。你的这些照片在 Hello 很棒欸，我先把它 ban 了一下。然后他快可以打字的时候，我们就关台。就是因为这一张啦，这一张先开始的，然后才开启我的。你这是明，你这个明示有点明显。没有，我是讲真的啦。然后后面才开启了这些梦幻联动。那时候在找知识，找一找就发现说，刚好我就在他在我的胯下下面。哎，我手应该没了，对吧？哎，卡住了，完了！西敏不让我，我想要西敏不让我动。啊，这个可以用，这个就有牌。也算哦。啥？这个没牌。这什么东西？蜻蜓，这有什么东西？可以明显一点吗？这很像一个脸呢、欸。我怎么付个款？西敏消失了，啊、他欠打，可以没有？有了，可以哦。音速小子，你渴望力量吗？这里哦，哎，这里哦，看都是背影。好了，那就到这边了，感谢各位。乌贼系列根本拍不到正脸啊，不如让他继续水墨画。哎，真的有够难拍的、欸。我下次要比个夜的词啊，对对对对，那个你们明天如果要打的话，陪我打这个任务。明天如果白天有要玩的话，今天下午问的是这个对不对？这个吗？那个什么火鸟那个视频的是这个吧？还是你们想要陪我打这个？在哪？这个我也没有打，这是干嘛的啊？结花环，对啊，这两个是结花环嘛？那还有啥？这三个应该就算了吧？这后面的就算了吧？然后还有，好像还有这个的吧？我就有两个角龙的哦，大小暴君这个，我们可以帮你打勾勾消是可以的。好啊，那就明天吧。好了，那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哎，泡芙，你那个妹妹，她是不是不喜欢在 YT 抖内给我？她只喜欢在17啊？很简单啦，打啦，好啦，明天啦，明天啦。那大家晚安咯，我快休息。两只都金冠，大小金冠哦。哦，啊，好好好，晚安晚安晚安。有没有挥手的姿势啊？挥手姿势组合不是这个。聊天选单动作，大幅挥手。好，大家拜拜。